少啊。哎，我很哎呀，又搭茬了啊！啊，我很欣慰啊。这是我的话。哎，对，别抢，他都不敢抢呢。是啊，这是义德呀。啊，对，不能抢话呀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些日子我们也是挺着急的。嗯，天天门口为了看演出打架。可不吗？真没辙。说两句话，做300人剧场，来500人就肯定有进不来的。那可不是，这是没有办法。明白。好多人给我出主意，没法弄。现如今，国家各个部门都注意着我们。嗯。多卖一张票罚10000块钱。这是罚款。这场可卖不了10000块钱。嗯。是不是？我们也得想办法。没有更好的辙。嗯。就求大伙多谅解吧。嗯。是不是？住哪儿都有。前三门你就算是进的，那可不。当然有远的，我老认了。嗯，人打昌平来，打通县来。是是，你怎么让人回去？嗯，是不是？不是滋味。好在现在交通工具比较方便。哎，对，有的朋友自己开车来的，那就方便多了，也不算个事儿。嗯，一踩油门就走了。是啊，现如今来讲，我觉得这交通帮了好大的忙。对了，过去来说不行。嗯，你看现在的观众，有坐飞机来的。啊，那赶着过来呢？啊，嗯，你倒着来怎么办呢？嗯，是不是？住着门口就人家倒着来，嗯，打延庆那边啊，坐飞机就过来了。延庆坐飞机过来？啊，这太糟践钱了，这个。是，我就说开车，在两边窗户开着，嗯，搁在身上。啊？其实跟飞机差不多。开快点可能也能飞起来，是不是？没听说过。嗯，汽车啊，这东西太好了。嗯。怎么还不好？因为没有汽车接着能堵车吗？哦，那也没有堵车了。能出交通事故吗？哦，撞不着人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开车时间长对身体都不好，活动不了啊。今天来这道上，旁边路边停了一辆大奔，好车呀、啊！啊，车底有一人，嗯，有俩人架着胳膊，正、哦、来回溜达。怎么了？我说怎么了？这是啊，没事，我老人甭管啊。车坏了，我们交他走道。走道了，哎，总开车不服众嘛？好嘛，太邪乎了这个。开车、坐公共汽车，嗯，包括这打车，打车都很方便。对，出租，您一伸手就一辆。啊，对啊，一伸手就一辆。现在车多，就是打哈欠两辆。光打哈欠就甭伸懒腰了，你就，对吧？想当初说实在的，嗯，没有这么些个出租车。是，你往回想想。嗯，想想你小时候，我小时候，去年啊，我才多大岁数啊？我长得老像，没听说过啊？您就说70-80年代，70-80年代，咱们小时候，对，哪有这么满大街跑的出租汽车呀？哎，没那么多，这是说明社会在进步。哎，对，好事儿。想当初的北京城，拿什么代步？啊，大部分是走着，那就腿着嘛，那就前面坐个大二车。大二车是不是有钱的象征？哦，还有的像出城去远一点地儿，嗯，骑个小毛驴。哦，对，骑驴是不是？赶脚的吗？过去没老北京土生土长的老人，嗯，就爱骑着驴吗？对对对，叫阿凡提啊！这是老北京吗？这阿凡提？我小毛驴啊！哪儿啊？还唱呢？还一句老北京话吗？什么？没听说过都。我听着了，嗯。什么呀？洋车，哦，就拉的那洋车。咱们看过一个电影啊，骆驼样子，对吧？骆驼样子呀？什么？没听，骆驼祥子。祥子，对，那是人名，弹弦的。没听说来，您说这是嘛小事？不是，骆驼祥子，对，拉洋车，嗯，这叫洋车。是，当初最早的东洋车，不是人发明的。哦，从那边引进的。到了天津，不叫洋车了，叫胶皮。怎么叫胶皮呢？这俩葫芦盖上胶皮。哦，这么叫胶皮。拉胶皮。哦。到了上海叫黄包车。黄包车。哎，上海人一说这个，王八车。对。什么车？王八车。王八车呀、啊。一种尊称啊。还尊称呢、啊？这上海话是一个辛苦的行当。嗯。有能挣钱的，也有挣不着钱的。怎么还挣不着？你有的人早晨起来啊。啊。6点就出去。8点半回来，晚一天挣1块钱，哟，这太少了，不够吃。对呀、啊，也有这个，好跟9点出去，晚的。
顶多下午四五点钟回来，收的也早，每天能挣八块钱，那这就够吃的了，够小的呗。对呀、啊，有的上午十点多出去，哦，两点回来，嚯、哦，能挣这么二十来块钱，呵，这就挣得不少了，这就上去钱了。哎，有的是中午十二点出去，十二点半回来，挣一百多块钱，挣那么多呀、啊？他把车买了。不是过日子人了，这个啊，高子阳车子哪儿啊？没听说过，能说之前都干这事儿。拉车子分这么几种哦，有一种是拉车贼，怎么叫拉车贼？最坏哦，他拉车呀、啊，比做买卖挣的都多，是吗？嗯，耍心眼啊，把车拉出去，嗯，车捯饬干干净净，漂亮，人收拾的也漂亮，对，上车站，车站，北京火车站，嗯，往这一放，人多，不是谁来。哦，还分人，一瞧这拄着拐棍戴眼镜，嗯，很有知识，是不拉，哦，他不管这人，不管，哦，一瞧这下来背一大包袱，两眼一抹黑，嗯，脑袋蒙一白手巾，哦，一瞧这是外地刚下火车的外乡人，这个能拉，哦，过去一拍肩膀，哦，吓一跳，看出没有，是外地人，纳闷儿，嗯，刚来是吧？对，刚来。这个不敢什么呀？啊，上车呀、啊！上车！你去哪儿啊？嗯，我上崇文门。哦，崇文门。下了火车奔崇文门，没多远，那很近嘛。我上崇文门。对，吸什么气儿啊？还出一口气？崇文门呐、啊？怎么了？通县你怎么没下车呢？啊？到崇文门通县下车呀、啊？多缺德呀！这什么意思？这冲这脸，啊，琢磨一天这地儿到不了，哦，太远，老乡吓坏了，啊，我的娘啊，啊，远吗？远吗呀？啊，车吧，啊，我送你去吧，啊，你送好，多少钱、啊？问问钱，你这一瞧也没钱呢、啊，是啊，给十块钱吧，十块，我的娘呀、啊，我打陕城到这才两块钱，哎、上趟崇文门十块，太远了啊，这钱太贵了，嗯、啊，你给多少？给多少？我借两块钱行吗？两块，上车。哦，拉了，因为这道也就一毛钱。嚯、哦，他这就发了财了，翻二十倍。上车。啊、嗯，拉着车上大街跑。嗯，跑着跑着前面过马路了。嗯，把车撂下去了，停下了。再掏两块钱，干嘛还掏钱啊？怎么还要钱呢、啊？是啊，那前面站着警察老爷了吗？警察，警察叫老爷。怎么？不是谁是姥姥？对，没姥姥这个。过这趟街，嗯，得交两块钱过街的钱。这还有过街钱？我的娘呀！啊，北京这个道实在是太贵了。嗯，那不给行吗？嗯，不给也行，咱来回试试吧。来、怎么试？拉着车奔逆行，走逆行，冲着警察就过去了。嚯、哦，警察能爱看吗？是啊，一晃手里的胶皮棍，嗯，回去，让回去，赶紧回来了。嗯。上了，老乡没得了啊！掏出两块钱又给了你，等着。嗯，转身跑到后边，嗯，电车票、飞机票是一张，拿着攥着它啊，攥着、哦。老乡接过来，不拿这个就让走了，嗯、那可不呗，走，坐住了。是，拉起来往前走，路过警察这，老乡把票还举起来了啊，那有票。对了，到前面旮旯，嗯，找一小孩拉车的，哦，给一毛钱，给他送到崇文门去。哦，换人了，他自己不去。是，到这儿瞧，这么近呢、啊，嗯，大街小巷，我、哦、怕人找去呢。这么简单的一段道，他就挣了390毛钱。你看，来回的这，这一天赶上多少起，他们挣钱了吗？啊，真挣钱了。一大晚上发财的多的。哦，这是机灵。白天挣钱，嗯，到晚上也换西装，干嘛？戴上礼帽，嗯啊。嚯，也吃喝嫖赌，我要出去消费去，还得消费啊！找一歌舞厅，嗯，往一坐，跟舞女得说呀。哦，我爸爸开银行的，嚯，我趁多少多少钱，大公子。舞女高兴，那你走吧。啊，挎着胳膊俩人出来，哎，往那一站，嗯，洋车，哦，还叫车，洋，他也叫洋车，嗯嗯，洋车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一人，嗯，行，二哥别出车，嗨、哎。
位也没眼力见儿，这位遇见同行，哎，那好了都得。我怎么说遇见同行躲着走呢？就说这个，哪行都不行，没听说过啊。这位人叫拉车的肥哦，还有这拉车的油子，怎么还有油子？嗯，也能挣钱哦，但是他没有拉车肥狠哦，他好点儿。哎，他上哪儿拉车去呢？嗯。哦，哎，往这一待，嗯，等着，一瞧大妹来了，提着四个箱子，哦，四脖汗流，两步就迎上去了。是，大爷，您跟这儿呢？大爷，我伺候您吧。都会说话，谁都爱听这个。对呀，把箱子递过去，搀着喝。哦，呵，瞧您这意思，就是要出门吧？哦，啊，是我上火车站啊，是出趟远门。好，您这趟去了不得，是的。吉星话，走走走，咱们走。嗯，哎，多少钱呢？您怎么了，爷们儿？嗯，咱们还用说这个吗？啊，能伺候您是我的荣幸啊！呵，我脸上有光啊！真会说。您说钱干嘛呀？嗯，这时候一琢磨，啊，别跟他客气。哦，回到时候不定要多少钱了。怕这个。把话说到头里边。嗯，你别去啊，你别去，你说好了。嗯，到底多少钱？对，到时候找麻烦。嗯，您瞧你这。这穿正打扮，一瞧也像您有钱人。嗯，哎，就是旁边这门啊，是是，也是拉到车站。嗯，二话没说，给了1.5元。哦，这时候心里咯噔一下，就怎么了？这点道理就是2毛钱。嚯，这翻好几倍！他开出方子来了，嗯，要1.5元。是，心说漫天要价，就得还钱。嗯，反正到了车站咱们再说。哦，你想的很好，跟你闹不过他。是啊。这车，嗯，这一道上不住嘴的跟您聊天哦，不行，长面啊，大发财源，嗯，您就买这翻番的挣钱啊，好话啊，好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哎，别光不说话，快点，是，得跟您说，嗯，别胡骂了，哦，您是瞧您旁边过一辆汽车，我比他慢，是，您看看这是牛，我比他快多了，嗨，也不怎么样，往前走吧，嗯，正走着呢，就打那儿来人，一不留神，咣撞上了，撞人了，撞人。怎么？这位站起来就急了，那怎么别报啊！啊，拉车子会说话，怎么说？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您瞧这事闹的，您一慌我一忙，这不就撞上了吗？对，你一慌我一忙才撞上的。哦，你要不慌，我可就不忙。他把这错给人俩人责任，嗯，还放心说，哥，你教训我，我抽你！啪，大巴掌过来了。哦，他客气，一鞠躬，别生气了，哎，躲开了，巴掌过去了，嗯，满脸堆笑，举拳。是啊，人家一直客气啊！您怎么了？您跟我着急，我上个80老母，下个不会抱着孩子，哦，您把我打伤了，全家人都得饿死。是是，您那忍心吗？您是善人呐，啊，两句好话下去，这时候就没辙了，没事了。不是你这人，你也不瞧着点这事闹的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也就是撞了我。哦，这撞别人你这人啊？对呀，撞了我，下回注意了。哎，好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嗯，打不走了，没事了。拉起车来，回头还是舔。怎么说？看见了吗？啊，这时候。打官司得我去，废话，你可不去是吗？啊，可不是他去吗？到火车站没有汗也掏出手去来。哦，这是他呀，假装。哼，你瞧，天不热呀？是，你出这么些汗啊？嗯，那意思就是你太胖了，累的，我累的啊。嗯，这时候一琢磨，一看表，差6分，哦，马上就开车了。哦，你跟他打架闹不过了，是啊，掏出2块钱，嗯，不1.5吗？啊，找钱。找5毛，结果这钱乐了啊！瞧，这刚出来还没挣钱呢。这样吧，我给您换钱去，20分钟我就回来。嚯，不要了，你都拿走吧，你都拿走吧，拿走吧，耗不起这拿走吧，拿走吧。嗯，多大能耐，这生嗯生药，巧舌如簧啊！行，有一点意思啊。他是这个，他也能养家糊口，也挣钱呢。拉车不光是体力活，也是脑力活，机灵面、眼力劲儿，有的人就不行。怎么？比如说于谦的大爷，就是我爸爸的哥哥。对，哦，他大爷今年要活着96岁，怎么那么大岁？他们家哥们多，他爸爸行小，最小一个，行47。对啊，这哥们太多了吧？这个，哎，年头家里没什么正经事儿干，那生孩子玩啊？啊，没听说过，那90多了。是啊，老头当初就拉过车。哦，他也是老北京人。是。老北京人后来就混不下去，到外地去谋生。哦，到
闹到外地回来。回来之后到北京找这个老朋友，嗯，找人帮忙。哦，啊，因为都是老北京的人嘛，所以他好说话，说得近啊。跟这朋友说，嗯，啊，刮我小老师你也刮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是老北京口风吗？这个老北京吗？老北京就这味儿啊？他所出的时间太长了，哦，出去一个多月了。哎，我爸这口音改的还真快啊！是你大爷啊！啊，这还我大爷。待会儿我让于老师自杀，你接听来。我呀，没有那么大娄子。跟人说这么一个，自己打算干点什么？哦，这朋友看看他直做牙花子。是，按说呀，咱们都老北京人。嗯，我得管你。可如今呢，看您这穿上打扮啊，有车给你拉到一整就出来。怎么？你看六月三伏穿着一头棉裤。棉裤，英名是棉裤，棉货可不多，也就四两，十二斤。啊？棉裤，白天穿着，晚上脱下来顶门，这么硬呢？这棉裤，这棉裤打二楼下去，能把狗砸死。嚯、哦，穿俩电杆子似的。是啊，脚底这双大棉鞋，八斤一只，全是棉花。哎呀，走道慢，知道吗？那还不慢？过去练轻功都穿这鞋。是啊，当沙袋那么穿。啊，你们这怎么弄这个啊？嗯，一琢磨来得管他呀。是，领到车厂子，有朋友是干这个的。哦，认识人。一说干什么？嗯，这个人啊，很了不起。哦，啊，他这个侄子是于谦。哎，做提我干嘛呀？做半年后就中级相声演员了。也没听说过啊，甭提我。这是他大爷小张富贵啊。等会儿吧，你先等会儿吧。我姓于，我大爷会姓王，亲的呀。是，就是亲的才不应该姓王的。这个，你这个脑子有问题。我脑子还有问题？还是你别问，你问清楚也是病，问心里的病啊。我不问清楚了，这病更重，知道吗？你问这个，你先说，你大爷跟你爸爸是一回事啊？对，不是，他那也是亲哥俩呀。这个就算姓于吧，就算姓于。什么叫算姓于啊？啊，说您像这事儿您管啊？啊，您是开洋车厂子啊，有车给人一辆让他拉去。是，这时候看看这身衣裳。这衣裳快赶上盔甲了，这身衣服干嘛？藏不住。嗯，行了，嗯，房上有辆车，你要愿意拉你就弄走吧。房上有车，你说那好车能上房吗？是啊，打上面拉下来一瞧，嚯，这车厢板也都散了。嚯，前面这车把剩一根儿啊，俩轱辘，一个有胶皮，一个没胶皮。得，雇辆车把这辆车拉回来了。等石头，先把车厢板先钉上。嗯，五分的板，对，买点钉子吧。啊，三分的、四分的都行。小丘皮钉，大爷买的啊。嗯，三寸五的。对，这么长，从底下往上钉。哦，露几个大尖儿在那儿，冲上头。你都砸弯了它呀？那也拍扁了。拿块麻袋给盖上了，还扛起来了，自个儿趴着挺痛苦的。行，这不就瞧不出来了吗？哎，对，光瞧不出来就行了。俩轱辘，一个胶皮，一个没胶皮，就凑合吧。好，凑合了。前面车把剩一根了。啊，单挑虎不行吗？是啊，找根扁担捆在这边。哦，这逼了扁担。前面横梁上来根文明棍，嘿，拉着车上大街了。真能凑合。人家都跟街上找座。嗯，他找一死胡同。死胡同，怕人看见啊。呵，搁死胡同，抱着肩膀跟着蹲着。嗯，早晨六点出去了，下午两点都没拉座。那是没人呢。按说这一天也没座。嗯，真就这倒霉催的。来人了。胡同里边门一开，出来一位。哦，哎，你瞧这事闹的，嗯，正要找车，这儿就有，嗯，巧劲儿吗？杨车，嗯，杨车，哎，大爷抱着肩膀还乐呢，嗯，这个女警人家什么年头出的？怎么了？叫什么名字都有啊？还有叫杨车的？谁叫杨车呀？就是，啊，人家过来，哎哎哎哎，说你呢，嗯，说抬抬头，干什么呀？嗯，那个这怎么着？拉座不拉？拉啊，拉座。那行了，拉我不拉你，拉我。我这叫怎么说话呀？你说什么话这是？嗯，啊，多少钱？我上车站。嗯，你看着给我。哦，你别，你说好了，你要多少钱？四十万。嚯，哦，穷疯了吧这个？你闹疯了你？四十万啊？你四十万给我什么？这条胡同是你的啊？这本来就是我的，哪不刚开了？把钱给我。白费劲了这个。别别废话啊！真，嗯，废话。那个，给你一毛钱去吗？嗯，按说这趟活儿得一块钱，哦，一块，哎，一毛钱去吗？嗯。
有没有吧？啊，行，没问题。是上车。哦，大爷真听话。嗯，迈步上来了。是香馆立四大兵。嚯、哦，坐下了，站在嘴里坐的还快。嗯，噌一下子，嚯，炸的，速度都赶上神六了。好嘛，跟他比了。于谦最近挺
全是我花钱雇来的是吗？解释一问，对，同行里说郭德纲花钱了，嗯，说两句话，胡说八道，嗯，我疯了，是啊，来了二三百家，一家给10块钱吧，可不就不少，是的不少钱。那天昨天黄宗民跟黄宗民先生打一块儿，哦，黄先生乐了，黄先生说其实说相声咱们没折腾，哦，他们在头里边有一样是放屁我放放屁我，哎，他们折腾咱没折腾，这是不是每人都能理解？嗯。就现在我们觉得所有的媒体都不采访，哦，拒绝接受，嗯，因为你想这道理，开始都不捧，捧的差不多了，没法再捧了，就摔了，哦，摔完了呢，就给嘴巴都翻揉，嗯，我不能等着给我一嘴巴，差不多了，咱就到这儿了，啊，对不起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有的是机会，躲那嘴巴，其实这个也没错，我大伙提我啊，嗯，因为好多媒体说句良心话，我没见过都，哦，都大伙儿猜的，猜，甚至有的时候后台倒是聊会儿，嗯，聊了100句话，他觉得都没用，嗯，他摘几句有用，就这几句话能让人卷过的刚，嗯，啊，嗯，能让人骂过的刚，他就写上了，哦，我不能上这个当，是，还有人骂我，特别盼着我还嘴儿，嗯，我还嘴儿，我就给别人创造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。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对我们来讲啊，清静是最好的。哎，那倒是，多的地方，这位春节，我到今天我的眼珠子才都红。啊，刚过国教了。前两天红眼珠子。嗯。啊，谁见我都说好，你这红眼珠子。嗯。你再有俩耳朵，你简直就没事儿。不，跟我没关系。比喻嘛，拿我比喻干嘛呀？比喻嘛，是不是？嗯。另外，我们的剧场也在想办法，嗯，争取能让更多的朋友们能进来看。哦，啊，能进来看。眼睁说句良心话，就是咱北京城这个剧场少，是不是我们多好？也就是这样，没有多高的艺术造诣。嗯。一帮很普通的说相声，是有一帮人给我起外号，说我是艺术大师，嗯，是吧？说我是艺术家，是吧？他们就糟践我。在中国来讲，某艺术形式里边，京剧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有艺术形式，100年里边说出一位大师、2位大师，那就很有成就，很不错。3、4个艺术家那就可以了。嗯，解放初期京剧就俩艺术家，哦，周启芳、梅兰芳。对，那国家风云。嗯，马连良先生人家才称著名演员，是是不是？不像现在都是艺术家，现在关键就是名片管理制度不严。我估计啊，我说就是说，你给我一个总统，他说你啊，他能够认真的，胆儿也太大了。总统兼神父都行，好嘛，嗯，精神物质一块抓。都有病。对，我们尽可能的多演。有的朋友来一进门，哎，郭德纲没在。嗯。郭德纲，我们捧红，他说现在不演了。嗯。他食言了，言而无信，不是。嗯。说句良心话，这10年来我也不是天天都演。是。我有事儿我也忙去，是吧？以前也是这样。以前有时候不演，观众也能理解。现在有时候说您赶上我没在，有的朋友就不能理解。嗯。您谅解一下，您别拿我当神仙，我就是普通人。嗯。我也过普通人的日子。是。谁保你家里有点别的事儿？对。是不是？谁要因为这跟我呛吧，你给我写保证书，你保证你每天都来。对吧？你天天来，我就天天来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也出去干点别的去。嗯。我爸爸的房子现在跟每个交贷款呢，哪位给我补上？没人管，他就我姓郑去。是。总拿我跟圣人比，我不是圣人。都为圣。那天我看一报纸，我逗乐了。嗯。郭德纲，你离圣人还很远。嗯。先给我搁在这位置上，你别骂我。我没要当圣人啊。谁要当圣人啊？你才圣人呢，你。嗯，包括这两天媒体写的报道特别可乐。嗯，郭德纲原来上园子上剧场都走不去，是现在也开上马六了。我买马六那会儿我还没这样，我买了好几年了，早了，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走着上园子？我从西红门那会儿走的时候累死了，我到这儿甭演了，那就啊。嗯，人有人曾经贴过照片，嗯，我们一帮人在一块做饭炒菜啊。现在原来郭德纲他们到后台还做饭呢，现在他们也买盒饭吃，都是人都说话的。实话实说，我们叫外卖，我们是一
帮人有一次上了延庆，张德武在那儿有一小院租的，我们上去玩去，贴点大锅毛这鱼拉着玩，拍点照片传到网上去。我们那不是跟后台起火做饭，我吃一盒饭就腐败了，还让人活吗？我后来我也发现，包括骂我的人，其实一捧我的人还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这是诚心，是吧？找诚心，但是我们心态很好，说这两句话真是心态很好。我们就知道，到现在我们就总能提醒自己，咱们就是普通人啊，就是普通人，千万可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。原来怎么着，现在还怎么着啊？原来怎么演，咱们现在还怎么演？再说说，今儿有事儿，哥您忙去，你忙你的，别人忙了还回来。您不能拿人一回事儿说事儿。这跟天上御马，跟天上御马演了两场，前台卖480，对，有人跑后台找我骂街去。你不说又二百那场吗？你凭什么卖480？我说天桥御马200一张票，你觉得够垫钱的？又何况我是分出多少档次来？卖480就得48椅子，后边有280的、180的、50的、30，那30你都不听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儿我们论辈子就演了两回，马路对过天桥乐，我们见天20怎么没人提呢？真的诚心矫情。形象上得透露，是不是？要细致矫情，这个比谁都都大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哎，大伙捧我们，我们心里知道，感谢观众。包括网上有时候上网，我没法说话，有人朋友，你网上如果打起来，你能不出头露面的？我说我说什么？有人骂钢丝恶捧，钢丝在房子里骂他们，我说在我心里谁是钢丝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拿人家后台演完了下场我回家了，您捧我，您听一天您是我的观众，您听我十年您也是我的观众，是在我的心里啊都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是一样的尊重。至于钢丝铁丝不钢丝，无非是观众之间有些个论点不一样，心平气和好好说。有人就说了，最爱看就是看监狱啊，有人说我就喜欢旁边卖卤煮那个，你捧卖卤煮就捧卖卤煮，你也别骂人吃煎饼，有事好好说，听相声找乐别找气啊。是是是，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。现在给说一个于谦的实事啊，我这儿说半天您自己最后怎么上我这儿来了？你非得找一底呀、我这对，拿我找底是吧？说完了是吧？要不一会儿再说你，您随便，反正今儿得说了，我不是。你要迫不及待的，我就别说别的了。什么呀？我见骨头是怎么的？那算了，小屁孩知道吗？不是，反正真事儿，后台好多真事儿，我愿意跟大伙儿披露一下。今天谁不在了啊？李静啊，徐德亮。行，也一人来个啊，一人来个。好，这倒不客气。首先说表扬李静。怎么了？李静是我师兄弟。对，人好，性情温和，是吧？慢性慢性，但不是毛病，这是性格。而且最主要的聪明，脑子好。不是前两天是哪个报纸登的？有时候看别人看啊，李静家出事儿，出什么事儿？出事儿，晚上两口子睡觉，跟媳妇在屋正睡，夜3点，嚯，操过心间，拿着枪，哟，您这位瞪着眼，哗的灯开着，拿枪一指，两口子。吓坏了，媳妇儿噌就坐起来了。你让开啊！你在我这儿干嘛？你怎么能抱我？吓坏了，你给吓坏了。慢慢起来。谁呀、不是来客人了，说话快点，怎么样？媳妇儿，快坐起来。快来坏人了。李静坐起来了，干嘛呢？睡觉了，没看见吗？闭嘴。拿枪指着媳妇儿。我告诉你。媳妇下身哆嗦，我叫小平，哼，我烦小平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妈也叫小平啊，不能打你，巧了，蹲，嗯，你是李晶，说，你叫什么？是，我叫李晶，我外号叫。
是谁？最好歌你啊，没听说过。最好是歌你，给大伙唱一句好吗？我们有一个传统节目叫山东二黄，那个京剧是桑园会秋胡戏妻，对，也叫马蹄金，这出戏七皮流水，唱起来很好听，哎，一唱这样的，徐
的不错。谦哥最近也是干了就挺累，可不是睡眠也不好。嗯，跟我说又睡晚上睡不着觉，是，我这睡不着觉，强迫自己都不行，心静不下来，这乱，这好几天跟我说完，我一躺下睡觉，我就梦见跟你足球场、跟一帮耗子踢足球，跟耗子踢，跟天儿我一般都跟耗子踢足球。我说你别说这个，总是熬着受不了。啊，给了一把药，把那药，我说你睡觉先吃这个。啊，吃完睡不着觉，那我得明天吃。怎么？啊，我怎么明天吃呢？啊，今晚决赛。好多事儿没法说。湖南台其实在我印象中占了非常大的一个台，它比较开放。它比他也说它比这个北京台好多台胆子应该大，是被称为殖民地电视。因为他的节目都是扒的韩国的、日本台的，从那儿原封不动拿过来，整个框架，他们连台词都不用换，换成主持人就说的，是就被称为殖民地文化。他胆儿大，他导演胆儿都大，所以他找我说我也说了，我说我一个是我不爱去，因为咱们有什么说什么，我没有像。都行的，哎，你指着跟白宫升旗似的报菜名儿，哎，那也不现实。对，我说去我也吃亏，每个地方人的表达幽默不一样。嗯，你到人四川，人家你重庆啊、成都，人家幽默是另一种。嗯，你福建、安徽各地都不一样。是啊，我说我们去吃亏，我们乐就是天津、北京、山东、河北一带，黄河以北，包括部分东北地区。嗯，东北地区的幽默。是，这都吃亏的地儿，能把天津、北京这俩地儿就够了吃的，别说不爱去。嗯，人导演特别客气，说来，我们也愿意和您来这块儿热闹，因为我们也希望能打开南方市场。嗯，是不是有机会希望整个人民社都来？哎，结果呢，当时选的节目是《我要幸福》。对，《我要幸福》呢，这不是什么命题作文，也不是什么晚会相声，我自己写的，我业务上都说，我剧组在这儿我都说过，说不少次。我说这行，你看人导演听的也是网上那个录音，说太好了，我喜欢这个点的这个。当天下午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下了手台，何炅啊、汪涵呢、就乐得什么事。何炅说：“哎，我媳妇儿特别想上你剧场，一会儿你来吧。”啊，我说都挺好的。直播都开始了，仨台长找我，这个节目不可以，现换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灰色啊，这人呢这么倒霉。我说倒霉是我，我倒霉，我希望别人好。那不行，这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能上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弄？有什么可说的？想半天就得适合人当地人听，是不是？确实有方言的限制。想了半天，我说不行，就弄点优质当地的东西吧。我说你们湖南现在什么最吃？是不是庙会最好？啊，我说那介绍庙会吧。当时咱们有一节目吃论吧，各种小吃，介绍几盘小吃。最后拿什么节两回事儿？到底呢，我们就背报菜名吧。啊，那吃嘛，上的都挺好的。嗯，坐那后场正在直播进行中，我前面那节目有小孩手机小强，我背一个报菜名。哎呦！播了啊！是愤怒跟什么似的，我们家电视就砸出去了。哎，幸亏没在我们家看这个。是不是？他还有重播。我更坚定的说，我说这个东西还是应该在剧场里边说，是还是在剧场里边说，多上新作品，多上这些好的作品，嗯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来我们后台是算是会的多的，但是我想再一次解释一下，最近报了对我们这后台会多少，质疑声很多。哦，我从来没说过郭德纲会说600段相声，我嘴咬的是人
也四五年了。是啊，谦哥有几句话我很感动。嗯，有一天他跟我说，他说就说钢丝钢丝的，谁也不知道我是最大的钢丝。是谦哥。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在这之前，于谦十年不说相声，这个跟他想象中的相声不一样。嗯，自从遇见我，我们哥俩开始合作。嗯，是我对相声有了信心了。重新那天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，嗯，有一天你要不说相声了，就不干了啊！我说你要是不给我粮了，我也不说了。哎啊、所以我哥俩之间是一个尊敬的问题。是说相声必须这样啊！你看台上说的点什么，从来没有翻脸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知道我就把我翻脸了，他就不够一人格，知道吗？行，你说吧，已经很平整了。你就是个艺术家的心态，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。你说一个鱼圈系列的啊？嚯，好！玩笑说玩笑，嗯，当初在谦哥之前也有很多老先生合作，是，比如说我们像汉马跟老张恩顺老先生，张先老前辈，对，北京德云社、北京相声大会，包括郭德纲，有没有张恩顺先生这膀子力量支撑着，嗯，到了今天，是老先生为我膀子都下来了，哎，愣扛啊，台下没人也是这老头跟着，嗯，吃苦受累也是这个老头，对，不挣钱也是这个老头，嗯，出谋划策挨骂。出有什么事他盯着张恩顺，所以说日后中国相声史要是按良心来写的话，嗯，有人家张恩顺一笔。有，是张先生之前合作的是范振钰范先生，啊，高峰的师傅，对，老前辈范先生，高英培范振钰，嗯，高范一场风格火爆，风靡大江南北，嗯，两人都特点，对，因为很卡通，有的时候觉得卡通。小心眼，老头小心眼，不像他似的。嗯，于老师皮实。你说这形容词儿，怎么说都没事啊。嗯，半天小心眼儿，嗯，别人嘴看着，恨着呢。老师还是说着，他把假牙拆下来咬你。啊？还有这小动作呢？这牙都拆在这儿。哇！这打鸡刀。哎呀，瘆得慌。老头都挺老实的，也是不省心。啊，嗯，半天不省心。怎么不省？孩子一个是也多。哦，啊，就一个小子，四个闺女，那么些闺女，哎，儿子扛大，嗯啊，饭桶，名儿起的饭桶，老头希望他能够以能力统一全国啊，饭桶，嗯，把姓儿给忘了，嗯，饭桶啊，嗯，亲戚是好的，是啊，二十四个闺女，大桶二十三桶，小桶，小桶，饭小桶，啊，美貌又双啊，漂亮。得了，那就那年香港回归，我就出了出头，把他搁在屋里一天没让出来。干嘛？怕英国人看见他不给了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一上进的车后，我追尾，啪啪啪，全撞上。司机吓得一脸血啊！就指他，警察逮着，逮着，逮着！干嘛逮他？不看他看不上你。啊！太吸引人了，这。看哥养匹马带上去啊！一进门，厂长给他胳膊上系个红线。干嘛？怕一会儿跟猪混一块分不出来。凡是上夜班的都要一把那相片，有什么用？壮胆用吧。看那相片，贴在门上辟邪，哦，贴在床上避孕，还避孕？没听说。形容他不好看吗？嗯，这么大的姑娘也没人要，哦，个儿也不高，穿着高跟鞋垫着脚能走到下地底下去？啊，没个儿了，这就算。前门南口那儿是住在那儿，天天上街找对象，找对象，哎，逮谁问谁，哎，娶我不娶？哎，要不要？哎呀，不是流氓，因为他改邪归正啊，全变好了，嗯，学好了。哦，后来又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有一回问那交警，交警正指挥呢，啊，
别人家的孩子说的大姑娘啊，他说晚上不回来家大人见，是他出去两天不回来，老头坐家里也害怕，也害怕姑娘谁家小子保命啊，提心吊胆人小子呢，感觉这是闹的啊，他跟那儿出事了，哦，月黑风高荒郊野外来四个流氓，哟你瞧瞧呵啊，你瞧不清楚这是啊，嗯，惨无人道把他侮辱了，哎，一会儿工会天又亮了，嗯，啊，云彩裹黑月亮出来了，是这四个看了，嗯，啊，上延庆公安局自首去了，哇，作用还真不小啊，他回家之后满胡同的吃面条干嘛给道喜 啊， 啊，人间自有人心在啊，什么呀这就算福利了，这种啊什么福利还是好人多呀，啊，啊，没想打这起来他上瘾了，我这是给
会唱一块儿，就是求个呀，也跟着拍板。哦，不拍了。因为这段有的时候他不需要上板，他有时候散。大伙儿呢就全捧我，全体一块拍，每次都拍在腮帮子上。嗨，谢谢各位啊。会唱，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啊，一块儿唱。人家都不一样，怎么
胡说八道。怎么了？什么叫宦官之后？做官的后代啊，那得叫官宦之后。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区别大了，官家在前头啊，官是两家人，官宦之后啊。对，因为我们看过这个一些历史资料啊，他的祖父什么的都是做过官的人，当过一任官。他祖父，在清末的时候是在皇宫里边跟着末代皇帝宣统溥仪，溥仪的大总管，说是溥仪的大总管，咱也不懂，就是极品人，反正也是朝里的那个老跟着皇上一块儿的那个啊，给皇上传话的那个，那就是，那就是末代的了。我记得，因为溥仪写那个书，他提到过他祖父，因为都知道哈，因为新中国改造，溥仪成为了普通的公民，是是自食其力嘛。哎，人家也写过书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说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，没错，在那里边就瞧见了，说当初跟他祖父怎么怎么样，哦，有这关系。哎，我的前半生，哦，后来他祖父看完这书也很感动，是也准备写本书，写什么？我的下半身。因为写了三个月，什么都没写出来，还就是下边没东西呗。您别胡说八道，行不行？都是大事，咱们也不懂这个。也没这么什么大事，不能瞎猜我啊！但是他父亲就改变了门风，改门风。他父亲，您出生那会儿是在旧社会嘛？对啊，那会儿天下挺乱，军阀混战。哦，他父亲就是学点武术。我练武了，强身健体，不受别人欺负。是，老爷子很厉害，哦，很厉害。当年，旧社会那会儿，他爸爸有一号，他有名气，哎，尤其北方，在武术界都知道，哎，都管他叫冷面杀手，呵，这么厉害，简称冷面杀手，还简称全称朝鲜冷面杀手。见冷面没完，就认识这个，吃的都吐心了。我没听说朝鲜冷面杀手很厉害吗？啊，那边菜都不吃了，他爸没事老出去劫富济贫，啊，还真去。哎，有那个大恶霸大虎商，嚯，他父亲去了啊，哗，把枪掏出来，不管你多少人，好，不用，啊，保命啊，我只是劫财，哦，把手给我举起来，劫财，劫财。啊，拿来之后弄钱给出人分，嗯啊，把手举起来，好，哎，我又听说不有事，哗就去了，还去骑着马，把手一举起来，啊，劫财怎么这样？有时候也劫色，您有真事儿？什么真事儿？到我这全是真事儿。对这个事儿，希望大家注意，不要到处去传啊！别人吧，这就能见着。因为这个涉及到老于家的名声。就您说的，咱自己人说点真事儿啊！真什么真事儿？到您这儿就了不起了。我这儿也没什么。中国说相声最有钱的人就是于谦。哇，好多人说郭德纲可能有钱。列位，那不就是这点辛苦钱儿？挣的就是这钱。跟人家怎么比人家？啊，对吗？我没辙的时候，人家就肉山酒海花天酒地，这有至于这么糟吗？那会儿拍电视剧，啊，拍电影，对，做节目都干了啊，拍广告有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这很多的产品，做形象大变啊，你们这给钱给的多，您等会儿，形象大变像话？那应该是形象大使。你自己说区别在哪儿？那不成，我改模仿秀了，我这个什么叫形象大变呢？就是大实了哈，还就得这么说。这么说通俗吗？通俗，那也不文言。那你到哪儿都是于大师来了，还好。哎呀，这个比较挺有钱，确实有钱啊！我上家看过，是吗？单有一个钱库。钱打开门推门，你看不，我都傻了。
怎么呢？满屋子现金，全是钱，油大地上骡子片，嘿，一沓一沓的啊，粉红色的崭新钞票，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，全是冥币。我的天哪！啊，这得烧到什么时候？这钱不也就烧着用吗？有钱干买卖，人家做生意了吧？啊，人家干买卖，啊，当初开过饭店，哎，有个小饭馆，承认吗？是，哎，在北京开过饭店。对，开张的时候我们都去祝贺去，哎，都去，我还给他写的字儿，郭老师写字儿好，送了两块匾，哎，那跟我不一样，挂在饭店的东墙和西墙。对，这边写的是，客似云来，这句话怎么讲？客人像云彩一样多，嗯，大伙儿都上这儿来吃饭，哎，话好听，客似云来，好啊，这边是什么？万里无云，哎。后来他就不干了，多新鲜！万里无云，整条街上都不来人了，我还干什么？好多人到这儿绕着走啊！那图这吉利话，别去啊，有屎是吧？这还没有啊！现在人家还有一个马场，哎，自己玩的这么一个。喜欢上网、喜欢看电视的朋友知道啊，于老师在北京有一个60亩地的马场，就是宠物乐园，养着动物，叫天打雷劈。叫天经地华，天经地华。对，对不起，我这没怎么上过学。天经地华宠物乐园，对，养了很多的可爱的小马。是，马咱们都知道，高头大马。对，鱼家养的是小马，迷你马，就他们美国来的，小矮马，就大小像个狗似的吧，哎，就这么大，这么大的小马，特别的可爱，是啊，看着像个小玩具似的。嗯，有时候我们去看看，这行吗？好着呢。还能骑呢，对，好，你骑去看看。李老师牵过一匹，滚，来了，走，走，哎，跟跟，哎，回来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好去，马跑出去了，跑长了，哎嗨，跑长没跟上吧？买的时候17匹啊，现在是25匹，还繁殖。哎呦，每一匹都倾注了于老师的骨血。谁说的？您等会儿吧。不能胡说八道。什么叫倾注了我的骨血？天天就为了马费劲费，这叫什么？那叫倾注了心血。有什么区别？到您这儿怎么都没区别？这区别大了。特别可爱啊啊！养了马，养小狗，有狗。哎呦，养了各式各样的狗，藏獒啊，松狮啊，各种的观赏犬也都有。我都喜欢，对狗照顾的无微不至。是，所有的狗粮必须亲自尝。还抢狗粮，工人拿着，您看这给藏獒吃。好家伙，问饱了，尝啊，这行，味儿不错啊，再买点去吧。好家伙，吃没了啊，爱吃这个 啊，天天的跟狗一块睡觉，还搂着狗睡。我们心爱的那一个狗值170万，那么贵，晚上一被窝睡觉啊，天黑了，这狗门口等着，还得叫老婆，哎，老婆。这叫什么名字呀？英国的狗，这英文来的人，老狗。哎，这好，太别扭。我说你出门跟狗一块睡觉啊？他说没事儿。科学家有调查，29%的人愿意跟宠物一起睡觉，哦，增进感情，是这样。我说我也是吧，您跟我的宠物一块睡觉可以。早晨一睁眼出事儿，什么事儿？那金鱼都死了。哎，好，你把鱼缸到床上了，哥。不成功，不成功。那是成功不了。除了养狗养马，还养了很多的鸡，倒是有。哎呀，小鸡，有那大公鸡，有斗鸡，还有野鸡。您怎么那么兴奋呢？我替你美的，替我美什么？哎呦！整个单屁股这么一块啊，都是可是个爱的鸡。哦，于老师站在鸡的海洋里。哎，好，鸡还有海洋呢。哼，我给他写了点啊，瑜伽大鸡窝，什么乱七八糟，这不好听啊，这好看呐，好看，好看啊，各式各样的鸡，有下蛋的，有大名的，有看羽毛的，哎，真好。哦，会玩，种的花，还种花，弄了苗圃，种了好多菊花。瞧我这
么的东西，各式各样的菊花啊。啊，我给他写的匾，又写于谦的菊花。哎呀，您也写好词儿呢，我还趁这么些个，很好。菊花、山药遍地都是，还有山药搭配着种啊。高兴，跟自个儿种菜啊，外边买的菜竟是农药啊，不能自个儿跟家种啊，绝没有化肥的东西啊。是啊，都上全家人自己的那肥，这多恶心啊！这知道吗？啊，吃别人不行，味儿不对，我自己习惯自己这口。嗯，啊，全家四口人照顾着300亩菜地，嚯、哦，这得多能拉呀！这形象大使啊！哎形象了，这太实在了。这个啊，站在自个儿院里，来一个烤羊肉串的炉子，哦，杀一只羊，烤着吃，烤烤羊肉串，烤羊排，啊，烤一脂肪肾，哎，什么叫脂肪肾？像腰子似的那个东西，肥腰子叫脂肪肾，大肥腰，哦、吃，哎，烤点青菜，哦，哎，烤个鸡头，还有鸡头啊，鸡脑袋，按东北做法烤着吃，嘿，哎，喝酒。喝完白酒，喝啤酒，哦，喝完啤酒都不能憋出去啊！啊，站着自个儿菜地上就尿，这就算施肥了啊！自个儿也高兴，哎，尿完也乐，这玩意儿尿喝多了，酒特别多。这什么乱七八糟？说反了这个！说酒喝多了，尿特别多。哎，凡是这两样东西，哎，来回叨叨，来回叨叨，真好。自个儿站在院子里边，放眼一瞧啊，神仙一般的生活，日子是不错。让祖国神。哎呦，是真好啊！好，羡慕您的生活倒是不错。我跟人家比不了，您呢？人家干马场，我没这经历。您干饭馆，人家是玩儿。当然，我现在也干一小饭馆。您有一个饭馆？是，有人也知道，去过北京，去过我那小店是吧？有时间大伙要到北京去找我去啊！哦，三里屯对过那儿有一个叫郭家菜，对啊，有那小饭馆。是我干饭馆跟人家目的不一样，怎么呢？我人家是玩儿，嗯，我开饭店是因为。怄气，这怄什么气？一言难尽。您细说一说，说来话长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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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要唱，那年夏天。我就是跟我们家小区对过有一饭店，我跟老板有点地铁叫上劲了。这一说就10年前的事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天天上他那儿吃去，家里也不起火，自个儿不做饭，从早点就跟他那吃。那照顾他那早点很好，是吗？粥啊，豆腐脑啊，云吞啊，面都有，很丰富。而且他拌的小菜特别的好，小菜他一切了之后拌着，又搁醋搁辣椒，对，一大盘放那儿，哦，不要钱，随便吃，随便吃。嗯，我从家带着半斤饼。上他那儿，让他给盛一碗绿豆汤，哦，然后我自个儿带一小盘子，啊，这叫小盘子，把他那菜倒到我这里边，我跟他不见外，啊，对，您是不见外，我这儿吃，啊，这老板站那儿看着呢，天哪，惨不忍睹，问我，哎，那个打听人啊，谁呀？你那个小区有个人。名字叫菜宝驴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菜宝驴？我吃的是菜，他说我是个驴，啊，骂人！吃菜我们吃饱了，是个驴，哦，骂街。您说，里面有个菜宝驴，你认识吗？啊，我都没抬头啊。说什么？认识。哦，他儿子卖早点的。哎嗨，你缺德不缺德呀？他挺开心啊，兄弟，这是开心吗？碰出来了啊！中午呢，我就没好意思再去，也是。打电话叫外卖，哦，也叫他给他那儿叫一碗米饭，哦，一个火爆腰花，哦，行，待会儿送给我一瞧，米饭在这儿是这盘青辣椒、红辣椒，嗯，我给他打一电话，你们这有个菜叫火爆啊，啊，光火爆啊，腰花呢？
没放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得上这吃的才有。哟，外卖没有。叫气的，这成心的。对呀、啊，晚上又去。哦，我特意带大戒指，戒指大戒指啊，还趁戒指，有半斤多啊。半斤多啊，铁的铸铜。哎，好嘛，要多不值钱，有多不值钱。哎，再大戒指啊，进门往上一坐。哦、一晃这样，点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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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是较劲？老板看我有钱，炫富。老板没说话啊，老板娘打屋里出来了。哦，老板娘啊，嗯，180来斤，大胖，嚯、哦，大圆脸啊，两根头发中分啊，蛐蛐，俩头发中分，这不是蛐蛐？看着蛐子呢，这你就知道多厉害。哎，这好掐架，我一瞧他我。点菜点菜，还说老板娘一张嘴一嘴大金牙、啊，是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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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是纯属呕心吗？好，点菜，真点，先给我来一个花毛一体，什么叫花毛一体、啊？就是花生和毛豆拼的。那您就别拽着文词了，还花毛一体？花毛一体，我还以为秋裤呢。再给我来四瓶啤酒，哦，四瓶。蔡衍齐，四瓶啤酒是立好了。哎，我问他，你信吗？啊，我不用起这个，单凭这手，啪啪啪啪，都打开，你信吗？你瞧，不信，嘿，不信还不拿起子呢？哎，起子。可是您打不开呀。废话。那、啊、您叫什么劲？我哪练过？你拿我当冷面杀手？也不是。跟着喝啊！把我气的啊！等着起，等了40分钟，哇！我等个腹都泄。哎，您听说？嗯，您等的都酸了，是吧？哇啊！等的花都谢，等的花都谢。对，这才拿的、啊。哎呀，我想这不成，我得报复他。这怎么报复？转天找了6个哥们儿啊，加上我7个人，干嘛呀？上他那吃饭去。他那还照顾着呢。每人背一个大个儿双肩背，跟着头坐那儿找一大桌子。啊，拼2张桌子，嚯，做好了，点菜，点花毛一体，传统菜，哎，再来一瓶啤酒，一瓶。今天我们不醉不罢休，7个人喝一瓶啤酒，上，哦，来吧，喝吧，拿着杯子倒，我们背着大包嘛，提着大包，啊、哦，每包有1箱啤酒。哎，这边到了，满一留神，顺口拿出一瓶。哇，你想啊，从晚上6点多到啊，喝到夜里12点半。好家伙，走的时候我们这哥几个啊，有仨子吐。服务员看着我们，要不能喝以后别出来。你这就这一瓶啤酒闹，一瓶啤酒就这个德行吗？往外走，老板娘拦着我。哎哎哎，我也知道你诚心，啊、有能有气，自个儿开一饭馆去。哦，别跟我们来劲。就这一句话记下来了。哦，寒天一点水，点点在心头。啊，这不后来开一小饭馆吗？就是报复，开一个国家菜啊。行，过去的事都过去，闹玩儿。啊，现在是拿着饭馆交朋友。是啊，愿意来咱们一块儿聚聚乐子了。有时间您也去。啊，可以。啊，您上午咱们，您赏个脸，您客气。要不我赏你一个脸、哎、这叫什么话呀，谁吃谁买都去啊，这我得去您那儿看、啊、我那儿一上来咱俩好好喝喝点酒，哎，也别喝白酒，你喝白酒喝太是少喝，啤酒喝完胀肚，那怎么办，洋酒行不行，哦，喝点国外，哎，好，可以，我给你开瓶 UFO， 给我开瓶神经病，这叫什么，就是路易十三，十三 啊放了50年以上的酒才叫路易十三，他知道，哎，真喜啊，喝这个，人家说这一口酒到嘴里别咽，哦，舌头一打圈最起码20多种香型，啊，那么纯，你有就是一口这路易十三，啊，一个有茉莉花的香，哦，这是，哎，你要再尝的话，还有这个那、哎、荔枝的味道，啊，还出来啊，荔枝味道，有樱桃的香味，嘿，有腰子的味道，哎，有腋下的味道。球鞋的香气，哎，这都运输过程当中的味儿，哪儿有这么些掺和的，哎，不懂，喝着看学呗，哦，弄点好菜，
酸菜，先来点凉菜，可以。炸鱼、炸虾、炸腿条、炸干丸子、炸蚂蚱、熬刀鱼、清蒸鱼翅、虾米头、鸡爪子、羊蹄子、驴蹄子。哎，过旺啊！这些凉菜吃完了，腮帮子都破了。等个菜，要不来碗罗宝椒先生。嘿，听说人吃都有嚼。哎呦，想起来了啊！我给你拌个凉菜，可以啊。我有亲手给你来一个，好好，来点醋，来点辣椒，好听。我给你拌一个 ，See you tomorrow。这是什么菜呀、啊？See you tomorrow。See you tomorrow， 我知道，腻了。英文明天见。对呀、啊，明天见。See you tomorrow。这什么菜呀、啊？金针菇。金针菇怎么叫 See you tomorrow？ 完了，金针菇大伙都知道啊。今天吃完了，明天再出来还那样。你挑一个，你吃今天的，你吃明天的。喂喂喂！我咱赶紧上你那儿去，就吃这酸菜。这什么乱七八糟？哎，凉菜不错，主要吃大菜。哎，对，海鲜喜欢吗？可以啊。啊，鲍鱼行吗？好啊，大个的鲍鱼。好好好，鲍鱼、龙虾行吗？行啊，龙虾啊，鲍鱼啊。啊，然后反正这个季节不好买啊。不倒是吃是不吃，说的不这不错，有机会再说。那我等机会。我跟你我们这厨师特别好，是吗？正经川菜的厨师。嘿，哎。那个看有几个菜啊，我就不错了，先生。您说那个夫妻废话啊，净剩叨叨了。叫什么？夫妻废片夫妻废片对，都是川菜，这行吗？可以，哎，这行。啊、这个宫保鸡丁行吗？典型的川菜。哎，说宫保其实是错误，那是宫保。对，当年丁宝珍研究的菜，哎，叫宫保啊，花生、葱段加上鸡丁一块哎，我在这基础我们就改良。哦，还改进，还重新改进一下，怎么满足大伙更好的这个口味需求？怎么改？我们叫宫保花生。这鸡丁呢？没有。得把鸡丁给改下去了。哦，而且那成本一下就哎降下来了。那是啊，是降下来了，没东西吃了。还有别的？还是啊，外边川菜馆就有那个川北凉粉儿。对，你尝尝我这个。您那是川西凉粉儿。哎，您这川不怎么样啊？鱼香鸡丝、鱼香肉丝这类的喜欢吗？哎，这是典型的。我们的鱼香肉丝做的是最好，是吗？我跟您各位说啊，啊，好厨子就从基础菜能看出水平来。没错，你说弄个燕窝鱼翅，那不叫能吃，谁能够好吃？没错，唯独这炒白菜来土豆，啊，哎，这是最基本的东西。大陆菜鱼香肉丝，人家会炒，炒好了不一样。是啊，肉丝那不用说了，关键里边翘的那个菜，您说有放玉兰片丝的，嗯、啊，有放胡萝卜丝的，对，有放青椒丝的，都有，手法不一样。嗯、啊，反正。提前跟您交代好了，啊、我们这儿可没有青椒丝啊，那不算包，也没有这个玉兰片丝，哦，行吗？可以，没有啊，啊是没有，我们这儿有那个有胡萝卜丝，啊行吗？行吗？行行行，没有青椒丝 啊，就有胡萝卜丝，行吗？能吃，好，就有胡萝卜丝啊，你先到一会儿吧，我怎么听着那么衬子啊？就有胡萝卜肉丝有没有？你看就有胡萝卜丝。你看，你吃完这肉丝，你连泰坦尼克号都不用看了。这肉丝两码事，肉丝这个不行啊。你看，还有香辣蟹呢。哦，香辣蟹好，香辣蟹关键是调料。对，在北方你吃这个有个味儿不对，这调料不一样。是啊，我认识一个小姐，她给我弄。您这是那什么？啊，厨师。你们那儿都让他们当厨师了。我跟您这么说啊，啊，那个您这个鸡窝呀，快进厨房。不是，我等我一个厨师叫小姐，啊、有叫这名字的？解放的解，这个解，解决的解，小姐。我以为是撒尿呢、啊。您这厨师叫撒尿。哎、小姐。啊、哦，小姐，解决的解。这不咱们达成共识了吗？谁跟你达成共识？啊，他专门跑各地买，买、啊、各种那个好的调料，好的花椒啊、麻椒啊、辣椒啊，嗯、包括盐和味。特色，这锅料45斤，这么多呀、啊？
做一个香辣蟹，45斤，就这一大锅，45斤了。螃蟹炒一个鲫鱼蟹，哎，5斤的料炒一鲫鱼蟹，这不在吃关键，在找它的过程很有乐趣。我就没听说，不是找着了挺有乐趣，是要找不着呢？你肯定找不着啊，因为上菜之前我就宅浴室了。太好。太损了，还有别的呢？啊，川菜，关键在北京开饭店吃烤鸭，烤鸭是北京的菜。哎，记住了，北京城吃烤鸭，会吃的最讲究、最明白的，吃便宜坊的烤鸭。没错，那打明朝就有老字号、老店。记住了，天下烤鸭最好是便宜坊。哎，我们的借鉴了便宜坊的方法。是啊，哎，上咱那儿吃好啊！列位记住了，吃烤鸭，比如说4斤重的烤鸭，嗯，一只鸭子要片成108片，哦，丁香叶，嗯，这么大，哎，上来之后几种吃法，一种就是拿薄饼，薄饼卷，这是一张饼拿在手里一抓，攥住一撒手，这个饼要恢复原样，这叫荷叶饼，这是合乎标准的，嗯，一张饼卷5片鸭子，嚯，哎，抹上甜面酱，抹上熏段，也可以再加上青萝卜条，嗯，哎，卷起来一卷这个一卷儿，是，您记住吃烤鸭有句行话，您吃了几卷？我吃了4卷，我吃了5卷，就是行情，是，没有说我吃半斤，我吃了那白行，不吃，不能这么说，哎，吃完之后呢，厨师要把鸭子那脑袋，拿起来一刀切开了放在盘里边，鸭尾巴切下来放在盘里边，这一桌谁是最尊贵的客人，放在人家面前，这有讲吗？这叫有头有尾，嘿，这是吃烤鸭的规矩。哦，还有种吃法就是拿马蹄烧饼，空心的，撕开之后里边放鸭肉，蘸酱油，那个酱油要拿蒜泥泡。现在新吃法用生菜，抹着黄芥末，卷上鸭子吃，跟讲啊，吃鸭子的规矩，这咱们都有啊。好，待会儿去咱俩法律包间门口等着，哎，知道吗？门口等着，人吃饭一走在哪儿，哎，有什么吃的别客气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这饭店是你开的？是我开，不是我开，让进吗？谁去哪个饭店都让进，咱俩跟包间门口等着，等着先记着客人吃啊，他走咱们进，剩多少吃多少。那也不能吃折磨呀，还有鸭架子呢，鸭架子呀，好鸭架子，来搁白菜一炖，啊，炖完之后连汤带水连大碗，咱俩一人来块饼，炖到郭家菜门口。我们上那儿要饭去了，是吧？说这话难听，怎么鸭架子弄块饼，你就都门口吃去，要吃让他们准备就是了。还是的，各种小吃也非常的多，还有小吃，螺丝段的饼，这是北京的特色。你净听说相声说，现如今都失传了。是，到我们那儿螺丝段的饼，哦，有研究，撕着吃是解闷儿。对，这么大是螺丝段，特意给您弄的，软的，哎，螺丝段的饼，哟，哎，哟，入快乐，螺丝。的饼盘子怎么还甩出一头来呀？没有常识，你下回好好看看。您说那是消化完了的螺丝转的饼？你说的太大了，我买型就是这型，螺丝转的饼，那就好吗？哎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那个汉堡咱们也有，那是外国的汉堡啊，意大利面啊，那都行。你包括三明治是吗？三明治可以，三明治啊，面包加了菜，加了肠，加肉什么的啊。三明治吃过？哎，吃过。一明治吃过吗？说是我都没听说过什么叫一明治。你傻，一明治就是披萨。啊，这一层就是一明治。哎，二明治吃过吗？没有。你看什么呀？馅饼。馅饼这二明治啊。四明治呢？这是俩馅饼。还在算数呢，这你看看，六明治呢？这是俩三明治啊，来回都能下。那说不，十明治，五个馅饼，上网，非常往那边去，上我长知识。哎，十明治吃完了之后沏点茶，给您上点小吃水果。哦。什么叫金菊的？哪叫橄榄的？嘿啊，冬天有天津小油庄的萝卜，这个有名。青萝卜跟梨是一个效果的。哦，拿在手里别掉地下，掉地啪嚓就碎了，就这么酥。吃这个润肺，没错。哎，像这个季节，单独给您准备点那个童子尿煮的鸡蛋。这玩意儿能吃
吗？这你外行了吗？啊，这是江浙一带最流行的小吃啊！真吃啊！春天，小孩们孔子们尿尿，拿那个煮鸡蛋，哦，吃完这，据传说是一夏天不中暑，而且长力气，哦，还去病强身。我为了你啊，我添上这小吃。哦，我可是北京啊，我就三环四环弄几个大桶，干嘛？让大伙儿小孩们跟着尿。哟，50块钱一包，还啊哈。还给钱，不能让孩子白尿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尿完赔50，啊，只要你说你是孩子就行。没听说过，说是孩子像话，对吧？尿完弄回来这一大桶，不能马上煮，那干嘛呀？先弄一块冷布，嗯，先得过滤一下。干嘛还过滤呢？里边有尿结石。这肯定不是孩子的这个。尿完之后，搁上鸡蛋煮开了，咸丝丝香喷喷，过来呀！我说不吃，你这可就为了。安排了，不，你别跟着我，这不尝几个，这尝也尝不了。啊，你说吧，啊，我就不吃鸡蛋。哦，你不吃鸡蛋呢？对了，那你喝点汤。哎。